迅速攻坚，转眼之间就压制了地下赌场。苗栗县警方在21日动员一共97名警力，分别在台北市以及台中市查获赌博机房，并拘捕一共27名嫌犯。在台中市北屯区的部分是一个赌博机房，除了百家乐等赌博牵注标的之外，还包括到明年1月总统大选投票率的牵注赌博。万华区的赌博部分，那则是真人荷官在发牌供赌客牵注的线上直播间。苗栗地检署表示，苗栗警察分局在今年9月下旬首度查获大选赌盘，随即展开搜证作为。经检警人员详细追查，终于查出机房所在位置。除了监视器、电脑30几组之外，还查扣到了现金900多万元，相关的犯嫌以及犯罪所得，本署都会全力的查缉。27名犯嫌分别涉犯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、聚众赌博、洗钱防治法等，依照涉案情节，分别以新台币3万元至20万元不等，预支交保或请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